今天我们要去当地的水库钓鱼。这里开放给民众钓鱼的区域，是交给一个老板经营的。依据规则，一个人只要花费100元人民币，你就可以同时安置任意数量的钓鱼竿。100元一位，你看这位大叔，他一个人带来了那么多的钓鱼竿，我们希望他今天可以获得丰收。鸡舍，水库这里的风景很漂亮，四周特别安静，除了草丛中的一些昆虫的鸣叫声。
老板在这里饲养了那么多的老母鸡，等一下问问看，中午能否品尝一下鲜美的鸡汤。好客的老板亲自去钓来一条大鱼，要让我们品尝鲜嫩美味的鱼肉。Thank you.
餐的大鱼已经做好了，看起来肯定很好吃。凉拌豆，哎呀，豆腐汤。看这个环境。马上我们就要在湖水边的凉亭里品尝刚刚钓来的大鱼，这样的美味只有在乡村才有可能获得。午饭之后，这位大叔立刻又开始钓鱼了。看起来，他今天非要把一条大鱼钓上来才肯罢休。